pink is the revolution. Even though I'm not gonna go in, black pink for ways I got it. So I'm gonna keep on running in the bucket list after I bought it. That's only bottle full of honey. 니가 말로만 듣던 게 가 나야 Jenny. Bring the pain like ra-ta-ta-t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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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-ta-ta-ta。 好，现场的小队们再次掌声来欢迎李都会。Blackpink is the revolution. 지금내가걸어가는거리 Blackpink for ways I got it. 조금더나보켜방으로 running in a bucket list after I bought it. 널잠기는것도멀리밀치는것도제멋대로 want it back.大家可以提升士气，一起来帮苏俊章来加油！好，来一二三，来苏俊章，苏俊章，苏俊章，苏YouTube 名字，名字陆小晴勇夺了此频道，哈哈哈！陆小晴夺，哈哈哈！陆小晴，陆小晴勇夺了，勇夺了此频道，此频道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！你会紧张吗？哦，紧张的我当然有紧张。紧张，有一点点紧张，跟在前面这个的，可是可能会很有趣，很期待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也超期待的，我好想赶快看他上场，因为他真的很棒，他在练应援舞的时候都表现得非常好，然后舞蹈也跳超好的，所以我真的超期待。You are so great, thank you.韩籍啦啦队员李多惠14日献出转战台湾职棒的姻缘处女秀。三局结束，他和应援团长阿成一起登上乐天桃园球场特有的小飞机，李多惠不停挥手和粉丝打招呼，还比出大大的爱心，更和阿成一起和比出爱心手势，羡煞不少男性球迷。李多惠赛后接受三立新闻网采访时表示，登上小飞机心情很兴奋又很复杂，因为之前只在游乐园玩过，在球场上搭真的是第一次。在搭乘小飞机的过程中，和阿成合比了爱心手势，李多惠笑了笑说，因为阿成突如其来比了，我就一起比了。男主角阿成受访时透露，李多惠搭小飞机是临时起意，抱着平常心和他一起上小飞机。阿成说，平常都是跟很有名的艺人
人。今天很多球迷朋友特别来看李多惠的相机，手机一直照不停，我们在球场都可以感受到。会不会担心在小飞机和他合比爱心回家要跪算盘？阿成笑说，不会啦，就是一个有趣的画面，因为今天是黑色情人节，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